哎，这下这是应该对了哈，这应该对了。哎，放一首《晚风》吧。对，这是对的，人有点笨啊。No，在家过年啊，镜头模糊吗？茶水洒到脸上了啊！谢谢宁璇啊，谢谢宁璇，谢谢平安一生，谢谢面对现实啊，谢谢依然姐，谢谢夏天啊，谢谢飘雪的哈尔滨啊，谢谢马如荣。No，哎，玩这个可以啊，拖鞋不可以玩啊。这个手机壳，既然你给我咬坏，我就让你玩得了。这几天给乔老大累坏了，还行啊。今天我算了一下啊，因为我戴着那个手环啊，手环显示走了4000多步，所以说它不会太累哈，不会太累的，越来越漂亮了。刚才我们吃饭的时候啊，吃饭的时候它就在脚底下坐着啊，坐着醒了之后，它就叫两声。叫两声，我一看就明白了，我就带他出去了。哎，拉臭臭去了。嘿，哎呀，大的小的全搞定。哎，谢谢谢谢咱们家大公子啊，大公子榜三的大公子梦琪，就是小老大的亲哥哥啊，亲哥哥，他在家陪着杰克过年呢啊，陪杰克过年呢。来，小老大啊，咱们在阳台玩一会儿啊，咱不连麦啊，咱先不连麦啊，小老大。坐，坐，哎，握手。这是什么手啊？左手。我要右手，我要右手，握手。哎，好宝贝啊，真聪明啊！奖励一下啊，坐，坐，坐，奖励。谢谢大家点亮啊，谢谢大家啊，谢谢大家点亮啊！祝大家情人节快乐啊！今天是情人节啊，亲哥哥，对。亲哥哥梦琪啊，三号麦的梦琪啊，他给三号麦梦琪点关注啊。他是小老大的亲哥哥，在家呢陪着这个杰克在家过年啊。哎，握手，左手右手，左手，我要右手。哎，好宝贝啊，奖励啊，奖励。没有，就是我们是开车过来的啊，开车过来啊，老大啊，卧，哎，趴老本的啊，可爱啊，小老大一天了哈，你会给狗狗治病吗？我不是医生啊，我不会治病啊，小来小去的毛病，我可以提些建议啊，要治病的话，肯定还要去宠物医院的啊。小老大是粉丝的小情人啊，今天是情人节。小情人出现了啊！你是小情人吗？清楚不清楚啊？镜头模糊吗？大家原谅我一下，我擦一下镜头啊。哎，清楚一些啊！谢谢松鼠啊，害羞一个，来，小老大，害羞一个，害羞，害羞。害羞，这样，跟我学，这样，这样，害羞一个，你懵了啊？你是不是喝多了？不模糊啊，技能越来越多了，技能现在也没教什么技能啊，忘记了，害羞，我就琢磨这害羞为什么忘这么快呢？当时学的时候学的快，忘的快。啊，左耳听右耳冒啊！老师讲课你睡觉，左耳听右耳冒，说的就是你，小老大，害羞怎么忘了呢？不服啊？没忘，没忘你给我来一个，没忘来一个，啊？没忘你来一个，啊？你那意思是让咱们直播间的朋友们啊，在2021年啊，身体健康旺啊，事业旺。啊，是这个意思啊。带上杰克就是什么舒服啦，就好了。杰克有个特点，一个车有点挤，二一个怎么的啊？杰克坐车有个臭毛病啊，他就爱站在人腿上啊。
Simon 一样说话的，你说他坏话他不乐意。对，我说他上课啊，那个睡觉，左耳听右耳冒，他不愿意了。No no，拖鞋不能啊。No n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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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no，给我，给我，小老大，舅舅的拖鞋啊，舅舅拖鞋，小老大来。咱们换一下啊，拖鞋还是放在这儿啊。我看我今晚直播，你到底能叼几次拖鞋啊？叼拖鞋就是 no 啊。所以才知道他是小老大啊，耳东浪浪，对，他是小老大，是 Seven 大女儿老大的大公主啊，小老大。能听出来好赖话，可不呗？说他不好听，他还不愿意啊。就愿意听好听的，哎，谢谢大家送的灯牌啊！如果手头还有灯牌的，可以给主播送一下，增加一下亲密值，一个灯牌增加50个亲密值，50个亲密值，就是回到天津啊，天暖和的时候，我就搞2个活动，第一个活动就是送小老大的那个抱枕，哎呦我天呐，开门就跑啊！你说这家伙会开门了，过来。这开门可真是不用教啊！哈，小老大，来来来，小老大，哎呀呀，哎呀，哎，小老大啊，小老大过来，过来，天还没黑呢，尿尿是吧？尿尿了，真是尿尿了！哎，我看的哎呀，是尿尿的。哎，快，小老大来，小老大要疯，快，别跟我们跑了，小老大来，小老大，来，小老大。哎，小老大，来来来来，哎呀，我天呐！你叫我不行，不能给你吃这个，要反天呐啊！要反天呐啊！就看着住啊！来，这二姐穿的我鞋，把这门都关不住他，吃啥呀？我小西红柿，小西红柿可以啊，不是樱桃、葡萄就行。不吃的，你看着。不吃啊，小西红柿不吃。二姐要走。二姐要走啊？二姐，二姐，我那我就不送了，让。让小老大的妈妈送一下啊，高兴了。哎，他开门出去，他干嘛呀？他要出去尿尿，偷摸跟你们学的开门，可不外门教的，谁也没教他去开门啊，自己学的。吃什么呢？小西红柿可以吃啊，家里没葡萄啊。主播是海南吗？不是啊，主播是天津的啊。根本就没有，有这纱窗门啊，这是一个铁纱网的一个纱窗门啊。找个吃的回来了，偷个，对，偷个小西红柿、圣女果。哎呦我天，你太不像话了啊！耳朵痒啊？明天给你滴那什么啊？明天给滴。刚才叫是不是要撒尿？是，出去就尿了，是撒尿啊。哎，锁上了吧？真可爱啊，小老大，老实点啊！没有骨头啊，这新拿出来的骨头，不是之前那骨头，之前那骨头比他脑瓜都大啊。这是一个小骨头啊，可能有耳螨，我戴了啊，这耳螨那个东西戴了啊，晚上我给他滴滴啊。几个月？3个月啊。3个月，知道去洗手间啊，真聪明。对，我们吃饭的时候，他就在我凳子底下趴着。等我们吃饭可能时间长一点啊，快吃完的时候，他起来汪了两声。我一看不是好事儿，我就带他出去了，去拉臭臭去了。大的小的全搞定。哎，拖鞋不行啊，你就是个拖鞋要配在你手里啊。哎。我用狗粮给你换啊，拖鞋我还放这儿，我不能放这儿，我放高一点儿，放这儿你就真不客气啊。有对对有灯牌的，刘英说对啊，有灯牌送一下，给主播送一下啊，漂亮的宝贝，为何不起个好听的名字？征求大家起名啊，起的就是说这个。武清体育馆那儿啊，体育场那儿，体育馆那儿啊，大家说小卤蛋，对，
昨天在亚龙湾有个当地人，当地人说，哎呀，这小狗真好看，真漂亮，问我叫什么名啊，他说了好多话没听懂，他说叫什么名我听懂了，我说叫小老大，哦，叫小卤蛋。对，小老大的名多好听啊，对。结果呢，管他叫什么小卤蛋，小卤蛋还不如小老大呢，对不对？没错啊，欢迎大家，欢迎大家，谢谢魔炫啊，小老大，对，叫着亲切，没错，因为他妈叫老大，他叫小老大很正常。六小龄童，他爸叫六龄童，他哥哥叫小龄童，就小老大了。姐，你摆弄不了，说的对啊。福宝也挺好听，当时啊，咱们直播间朋友给起了好多好多名。叫哪个也不同意，叫这个也不同意，叫那个不同意，后来就那干脆就不叫了，就叫小老大了，就听习惯了。现在他叫别的名他都不知道，假如咱喊小老大他就知道了，就认这个了啊。对，习惯了啊，亲切。欢迎大家初次来到直播间的啊，这是 Seven 的外孙女啊， Seven 的女儿老大生的大女儿，所以取名叫小老大。对，六龄童，他的儿子，小儿子叫六小龄童吧，啊，老爷教导，好好学习，好好拆家，考100分，还是说不拆家，还是说拆家呀？我怎么听说不要拆家呢？对，叫亲切啊，就没给主播关注的新来的朋友，可以给主播点一关注啊，红心马上就飘到10000了，9800了。老朋友可以说点点红心，你没加入粉丝团可以加入粉丝团啊，加入粉丝团之后，粉丝团底下有一个就是加入粉丝团那个灯牌，可以说给主播送一送啊，会增加一些亲密值。等天暖和一些啊，我搞第一个活动啊，就是在粉丝团当中啊，就送一批，谢谢迎春雪花诺大侠，送一批这个抱枕啊，沙发上的抱枕，咱们可以摆到沙发上啊。那我要选一些好的那个照片，精选一些照片。第二活动就邀请粉丝团当中的啊，亲密值比较高的朋友啊，有时间的情况下啊，来到这个天津，请大家到天津做客啊。灯牌在哪里？左上角有一个黄色的心，就好像带个翅膀似的啊。但得加入粉丝团才有这个，加入粉丝团之后才有这个灯牌啊，看大家送那个灯牌可能看了，就是叫加入粉丝团的灯牌，哎，粉丝团这个灯牌就可以啊，每天都有免费的啊，不送也过期这个东西啊。小老大是姥姥家带过来的名字，有传承，对，谭静说的对，这是有传承啊，谢谢春天送灯牌，哎，都找到了啊，大家都找到了啊。对对对，没错啊，哎，好，然后咱们送灯牌，再把直播间啊给点亮一下啊，还有一个分享直播间啊也会增加亲密值，谢谢芳芳啊、青柠等送的娟娟的啊，叫小老大挺好，吃啥呢啊？这是牛棒骨啊，牛棒骨可以，牛棒骨可以这样，就是说它既磨牙。完上面它也没什么肉啊，它啃一些筋，它要费好大力气才能啃下来啊。它啃这个筋呢，完就起到磨牙了。这是一个新鲜的牛棒骨啊，前天啃那个大个牛棒骨比它脑袋还大的那个，已经扔掉了。大骨头好大，这还不是最大的啊，前天那个大，比它脑瓜都大。呵呵，对，磨牙主要是磨牙，啃着玩吧。哎，谢谢大家分享直播间啊，谢谢大家分享的直播间啊。他老爷起的名字，老大、老四、小老大、小老二、小迷糊、老迷糊，哈哈，这就是他老爷起的名字啊，叫小老大啊，小老大，咱们就不改了，就叫小老大了。现在还没有黑天啊，没有黑天啊，找不到灯牌，二妞说找不到灯牌啊，在这个。在什么？在这个左上角有一个黄色的一个心形啊，一个心，就像带两个翅膀一下。要加入粉丝团之后呢，下边就有一个灯牌，
就可以送啊，每天就一个，如果送出去就没有了，送出去没有了，每天有一个。哎，对，就是个加我粉丝团那个灯牌，刚才就亮，哎，就是加我粉丝团这个灯牌。对对，看看云舍啊，他们就都找到了，一直都在三亚嘛，现在是在清水湾，清水湾，清水湾碧桂园珊瑚宫殿，名字亲切啊。为啥可惜了呢？我想问问大家，为啥可惜了呢？啊，为什么能可惜呢？都不理解的啊，我觉得挺好的啊，啊，你还回去吗？回去啊，二月下旬回去啊，二月下旬我带小老大回去啊，回天津啊。小老大最享福了，对呀，我怎么，是不是啊？是啊，怎么可惜了呢？啊，对，二妞没有的话，你可能明天能看到啊，明天能看到。但不管他啊，他就爱说啥说啥吧啊，就爱说啥说啥，没关系啊，不影响咱们心情啊。小老大在啃骨头啊，现在天没黑，我带大家欣赏一下清水湾珊瑚宫殿、碧桂园珊瑚宫殿的这么一个场景啊。大家看啊，我手指的这个地方啊，这个地方我三年前来还没有啊，现在是什么商场、超市、麦当劳、肯德基、必胜客等等一系列啊都有，就在这个方向啊，这个方向啊，这是一个商业区，在小区的北门，北门一出去就对着就是啊，对，出去就是啊。那个这个现在我住的是28楼，这是朋友的房子啊。我们家是在那个在那个北门，就挨着这个地方非常近这个北门。因为之前嘛临时决定啊来三亚啊，临时决定来海南过年啊，所以在之前呢朋友就说你们去不去海南啊今年啊，我说不去，他说住你们家可不可以啊，我说可以啊，我说可以啊，然后他就住我们家了。后来我们临时决定就来了，现在住的朋友家28楼，我们家是7楼。过两天朋友回去了，我们就搬回去啊。然后远处是山啊，远处是山。现在天有点多云的天气啊，白天还倍儿晴的啊。大家看这儿啊，就我手指这个地方就是雅居乐。早晨啊，我带着小老大啊上那个去遛弯了，去遛弯。上那个雅居乐那海边遛弯，雅居乐海边一共是12公里长，我们走了是1公里多一点。我回家一看啊，我才走了4000多步，说这小老大没有累着啊，大家放心啊，放心啊。然后这个方向啊，就是这个方向是一个岛，比较大的一个岛啊，现在看的不太清晰啊。然后这是我们对面一个小区，小区呢有高层有别墅，叫海之贝小区啊。然后咱们现在看到这个地方，现在看到这个地方，看房子是不是有点乱，还放鞭炮啊？小区里不让放鞭炮，但是他们这是一个村儿，村里就可以放，这就是有点不合理啊。我们小区不让放啊，房价多少啊？那看海南具体的位置啊。完了，前面这是一个小岛，这是一个不大点的一个小岛啊，然后就远处就是海，近处就是说我们这个对面的小区，我身后啊就这个小区了啊，就是珊瑚宫殿啊，碧桂园珊瑚宫殿，我们还没去过呢啊，太幸福了啊。所以就是昨天去的是亚龙湾啊，昨天带小老大去的是亚龙湾，今天啊早晨去的是清水湾的雅居乐小区，雅居乐小区就在这个方向啊，我手指这个啊，这一片楼就是雅居乐，开车要走15分钟吧，但是海都连着很近，都在这个清水湾。中国主播小老大太幸福了，没有比小老大更幸福。对，是啊，我觉得他很幸福啊。是因为现在小老大已经3个月了，带他出来呢，一个是就社会化一下啊，了解一下人车船，
还有去他人多的地方啊，他不要害怕。还有他遇见一些那个其他的小狗狗哈，那个不要回去，海南多好，海南再好也得回去啊。这个毕竟不是咱们，不是咱们常住的家，咱们常住是天津啊，景色非常好啊。从北京开车去海南多长时间？从北京开车去海南跟天津开车去海南是一样一样的啊，大概在2800公里左右啊，2800公里左右。我们是开了两个白天啊，从北京直接上大广高速，直接往下下啊，直接往下下就可以了啊。是这样的啊，就是说2800公里，我们用了两个白天开车，晚间休息。然后服务区啊，就是时不时进服务区，小老大解决他的大小便问题啊。对，各有各的好。对，海南夏天对很热，热不死啊，热不死，很热是很热，热不死。但是夏天在阴凉处也很凉啊。对，没有那个夏天啊，也不是很热啊。夏天就是说，因为它那个温度啊。夏天一般是在24到30度到32度，最高度到36度，但是它最低气温一般在22到24啊。小老大，你把那骨头啃哪儿去了？啊？咋越啃越远呢？哎，对，启程说蚊子要命，蚊子确实挺厉害啊。清水湾是不是有点开发过度啊？清水湾还可以啊，海水非常清啊。谢谢秋君啊，海水非常清啊。为什么说清呢？就是三亚湾啊，就是三亚市里的，就是三亚湾。三亚湾人比较多，这个海岸线也比较长，玩的人又比较多。那么就是说，过了三亚湾再往东就是大东海，大东海完是亚龙湾。海棠湾、清水湾，像亚龙湾和海棠湾一般以酒店为主，就是这个，哎呦，不清楚了是吧？哎，清了吗？清了，清了，清楚了。谢谢焦顺英啊，谢谢小老大，真幸福啊。所以说现在是清水湾，清水湾再往前走就到了陵水，陵水县。蚊子叮小老大不叮，蚊子不叮小老大。前年去待了一周，差点让蚊子吃了。那您可能跟我差不多，比较是招蚊子的。但是要冬天没什么蚊子。我们现在住这个既不点蚊香啊，而且就天天敞门，那个纱这个纱门都不关，白天纱门都敞着。看小老大白天直播不舒服，就依赖爸爸。他是什么呀？就是说我们在那个雅居乐的时候就给他开饭了，吃饭了。小老大吃完饭他就想睡觉，不愿走。后来抱一会儿啊，抱一会儿，狗的眼睛没有叮啊，没有叮，没有蚊子啊，几乎没有蚊子啊。在楼层也高，在28楼，楼好像蚊子飞不上来，有些个别蚊子坐电梯上来的就很少了。对，有坐电梯上来的蚊子相对少一下。我来这个清水湾来了几天了，8号到的啊，8、9、10、11、12、13、14哈，正好一周哈、啊、只叮了一个包啊，跟大家说只叮了一个包。所以这个蚊子还不算多啊。在外边我晚上有时候一坐好长时间，在一楼就是这个出楼之后，它不有椅子吗？在那坐着也没有蚊子啊。对，都喜欢小老大啊。那个感谢云姐啊，平安一生啊，感谢大家。如果初次来这个直播间的啊，那个想要看小老大的，可以给主播点一下关注啊，当开播的时候就能知道。红心19200啊。马上红心就飘到20000了，大家就是，点点红心，把左上角那血条点满啊。爸妈妈都爱小老大，没错啊。妈妈抱他有点抱不动，还抱啊。昨天在这个亚龙湾玩的时候啊，妈妈找到灯牌了哈，红福已经找到灯牌了。
妈妈就是抱不动还抱啊，谢谢辣妈啊，谢谢辣妈送的礼物啊。今天是情人节啊，情人节可以送告白气球啊啊，告白，小老家情人节快乐啊，谢谢大家送灯牌啊，拍张特别好看的照片，做手机屏保啊。哎，好多粉丝啊给我发那个私信啊，给小老大的一些表情啊，做一些表情包啊，谢谢神的恩典啊，谢那个做了一些那个表情包啊，特别漂亮。对呀、啊、娘家人更爱小老大，没错啊，因为小老大的妈妈老大就生这么两个，小老大和小老二，谢谢马有福啊，小老大和小老二现在都过得很幸福啊。老爷也放心了，现在多少斤呢？具体没腰，倒是到没到30也不知道啊。这没有秤，朋友家里没有秤。昨天去那个宠物店买这个牵引绳也忘称了。对，是娘家人大宝贝啊。对，谢谢关注啊，谢谢关注啊。然后这样红心挑一下啊。没加入粉丝团可以加入一下粉丝团啊，那个我过段时间啊，天暖和一下搞两个活动，第一个活动就是在粉丝团当中根据亲密值啊送小老大的那个抱枕，第二活动就邀请大家到天津来做客啊。晚上好，情人节快乐。小老大现在关是多少？现在天没有黑啊，没有黑，天没黑。但是现在这个阶段呢，已经多云了，天有点暗下来了啊，天有点暗，远处是海，看看外边还是亮着呢，还能看到啊，没有黑。可能有的地方现在已经黑透了，已经黑透了，这还可以啊。谢谢难得糊涂啊，谢谢云姐啊，平安一生啊。谢梦琪啊，梦琪是小老大的那个小老大的哥哥啊，在家陪着杰克呢，有杰克没来，小老大那个哥哥梦琪在家陪着啊。云姐家我说云姐家是江苏的啊，也是很喜欢小老大的呀、啊。来了小老大，这去了，哎，来了。主播用的手机像素真好，对，我是用的华为手机 P40 Pro 啊。欢迎大家啊，没加粉丝团可以加一下粉丝团，手里有灯牌可以送一下啊。谢谢飘逸啊，巧克力啊，对，情人节送巧克力。方便一下连个杰克嘛，杰克也可爱。那我得问问哥哥直没直播，有没条件直播，在没在家。小老大的哥哥孟琪啊，你有条件直播吗？带着杰克啊，要有条件的话咱们就连一下麦啊，你回应一下啊。谢谢C828陈克啊。啊，在外边呢啊，在外边啊，没回家啊。小老大粉丝都是哪里的人？我乖乖是北京的啊。那大家都说说都是哪里的人啊？哪的人都有啊。昨天在亚龙湾还遇到两个小老大的粉丝，两个小姐姐稀罕的不得了。阿丽是新疆的，安妮是广州的。嗯，三里河一姐是北京西城的，小龙女是成都的，黑龙江大庆的，山东济南的，天津的，吉林的，哎呀，哪儿都有，内蒙的，五湖四海呀，山东的，唐山的，辽宁，佳木斯的，石家庄的，北京大兴的，江苏南京的，云姐江苏南京的，还外国的。江苏泰州的，泰州我去过，泰州学院啊，齐齐哈尔的，吉林市的，廊坊的，哈尔滨的，大连的，
河北的。哎呀，哪都是全国各地哪都有。内蒙古通月亮是内蒙古通辽的，雨潭是河南安阳的，安阳我去过，唐山我也去过，绥化的，牡丹江的，跟小柳大是老乡，还有大庆的、上海的、铁岭的、辽阳的，对，长了好多啊，大连的、葫芦岛的、河北邢台的，河北邢台前段时间有点严重，特别是南宫啊，粉丝遍布去，哎，还有伊春的、沈阳的、赤峰的、聊城的。哎，临沂的，哎，这德惠的，还有长春外五县德惠、长沙路过，哎呀，太多了！辽宁鞍山、河南安阳的、沈阳的，还有昆明的、长春的、吉林榆树的，吉林长春的，好像没有。刚才说有个外国的啊，全国各地加外国朋友啊，江南水乡的。哎，韩国的、啊、阿福就韩国的，黑龙江大庆啊，河北张家口，乌鲁木齐的、宁夏的、长春的、陕西的，有韩国的啊，对，有韩国。谢谢做自己啊，小大吃的啥？小大吃这个，我给大家看看啊，这是一个牛棒骨，小块牛棒骨，前天的肯定是一个大块牛棒骨啊，呼和浩特的呀，河北唐山的、北京的，还有虎林的啊，都是老乡啊，虎林也是老乡。北京的啊，都爱小老大，小老大出来，出来，妈妈在没在屋里啊？给开个灯，磨牙专用骨头，对，山西大同的，北京西城区的，哎呀，太多了，天有点暗了，看看天有点暗啊，但是外边看着还是很亮啊。阿富汗的，阿富汗是真的假的呀？阿富汗的，运城啊，山西运城。小老大的手黑乎乎的，邢台，来个四舅坐啊，小老大来，坐，换一个姿势坐一下，嗯，这姿势。不像自救啊，换一个。东北早黑天了，青岛的，哎呀啊，阿福现在都是战士，哪有功夫看快手？坐，小老大，坐，哎，握手，左手，右手，哎，好宝贝啊，来，奖励一下啊。还有乌兹别克斯坦的，我的外甥啊。亲外甥就在乌兹别克斯坦啊，辽阳都黑天了，是小老大娘家人。小老大来个歪头杀，来，小老大往这看啊，来，听我发声，咱们来个歪头杀，来，喂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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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行了。这我也累啊，奖励一下啊，小老大可不可爱啊，邯郸的啊，真聪明啊，萌萌的啊，真会啊，必须的，好聪明啊，小老大，哈哈，太逗了啊。咱们说再来一个啊，来来，小老大往这看啊，往我这看，这看啊，我发一个什么音儿啊，不扰民的音儿啊。哎呦，不愿听了，这个声音有点难听。不玩活了，唱戏吧，这不乖啊？唱什么戏呢？啊？唱一什么戏呢？来害羞啊！来害羞，来害羞，害羞，跟我动作做害羞，来害羞，怎么忘得这么快呢？哎，冲着小老大的黑鼻头啊，这天有点黑了，我得开灯了啊！唱歌，咱唱歌啊，咱来一个
可可托海的牧羊人啊，来，咱们清唱一个啊，来，小老大啊，小老大啊，懒了，坐下了啊，来一个清唱啊。那夜的雨也没能留住你，山谷的风它陪着我哭泣，你那驼铃声仿佛还在我耳边响起，告诉我你曾来过这里，我酿的酒喝不醉我自己，你唱的歌却让我一醉不起，我愿意陪你翻过雪山穿越戈壁，可你不辞而别还断绝了所有的消息，心上人，我在可可托海等你，他们说你嫁到了异地，是不是因为那里有美丽的那拉提，还是那里的杏花才能酿出你要的甜蜜，绽放外。哎，不唱了哈，不唱了，都给唱睡着了，唱的有点难听吧哈。咱这是清唱，纯清唱啊，没有什么这个就是什么呀，声卡啊，没有声卡，纯清唱啊，纯清唱，好听啊，这么人说好听啊，催眠曲唱的好听，给小老大唱睡着了，最火的歌，主播声音好听啊，是吗？但是我这个声音辨识度还行啊，肯定不像歌星，但有自己的特点辨识度。大家说我唱歌还不怎么跑调啊，还不算跑调啊。我就开一下灯啊，开一下灯。这个有点暗啊，有一点暗。小老大。我就开一下灯。灯在哪？看屋里都黑了啊，屋里都黑了。嗯，看我进屋，小老大不干了，来了，来，开灯了，开灯好一点啊，好听啊，棒棒的啊，五音全。小老大长长了。哎 ,no, 你要渴了一会儿给你水喝，不能咬我的眼镜啊，不能去弄我的茶水啊，好看啊，好听，点赞了啊，谢谢啊，还有说好听的啊，还有说好听的，没跑调，再来一首啊。再来一首，应该有个音乐伴奏啊，这上面有没有音乐伴奏啊？再来一首，应该有音乐伴奏什么还行啊？有音乐伴奏吗？多待几天，回去就赶，快赶上杰克了，那可不啊，待时间长就赶上杰克了啊。对，月亮代表我的心啊，清唱就行啊。是真好听啊，想听我就来一首啊，今天小老大在，哎，小老大干嘛呢，小老大 no 我看看干嘛呢，小老大你干嘛呢，啊，骨头在那儿啃呢，我还以为啃鞋呢啊，唱给小老大的妈妈，那就来一首漂洋过海来看你吧啊，
清唱啊，清唱漂洋过海来看你。第一句是什么词儿呢？第一句啊，来一首漂洋过海来看你。大家帮我提醒一下，漂洋过海来看你，第一句是怎么唱？什么词儿啊？漂洋过海，一下想不起来啊！大家点点赞啊，给我加把劲儿啊，加把劲儿，清唱一首《漂洋过海》，但是忘了怎么唱了第一句。大家提个歌词儿吧，提醒一下，提醒一下啊。为你我用了半年的积蓄啊，对，那我就来一首啊。小老大去啃骨头去啊，爸我给你唱歌啊，祝你情人节快乐啊。为你我用了半年的积蓄，漂洋过海的来看你，为了这次相聚，我连见面时的呼吸都曾反复练习，言语从来没能将我的情意表达起，就有点忘词儿了啊，有点忘词儿啊，这确实好长时间不唱了啊，有点忘词儿啊，有点丢人啊，看不着歌词儿。你用小老大的妈妈手机伴奏，这上应该就有伴奏啊，这上就有伴奏，但我不知道这个开伴奏了之后，是不是画面就没有了。大家要知道就告诉我一下，千万分之一啊，千万分之一，为了这次相聚，我连见面时的呼吸都曾反复练习，差不多啊，我试试啊，试可以试吗啊，学学给我唱，有开啊，我不知道啊，我要打开这个音乐伴奏，它能不能就是说这画面是不是就没有了？有啊，有，我试试啊，就试试一个带音乐伴奏的啊，我试试啊，试一试啊，试一试，看看谁的呢啊，这么多人啊，这么多人唱这歌啊。就来第一个吧，就来第一个啊，就来第一个。哎呀，怎么没了呢？整不明白了。他说戴上耳机更好啊，没戴耳机啊。唱唱试试啊，拆家呢？没有，肯定骨头呢啊，啃骨头呢啊。三亚嘛，我是海南清水湾，清水湾碧桂园珊瑚宫殿啊，不是想唱啥都有啊，这不原唱吗？是谁唱的不知道，咱还整不明白，咱就不唱了啊，整不明白咱就不唱了，想唱就哼哼两句得了啊。又来看小老大了啊，欢迎大家，欢迎大家，小老大啊，不许开门往外跑啊，他没人教他会开门了啊，要有声卡，对，没错啊，要有声卡。那个为了怕那个小老大遭罪啊，咱们没开，就是没坐飞机啊，没坐飞机，是那个开车过来的。小老大出来啊，出来啊，乖啊，听话啊，坐飞机过来的。月亮代表我的心。要上厕所吗？我刚去完啊，没多会儿啊。哎，小老大，出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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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，出来，出来。小老大，出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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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坐，坐，哎，好乖，坐了啊，咱们来一个握手吧，握手，这是左手，我想要右手，
哎，好宝贝啊，好宝贝，渴了吧？可能是渴了啊，可能是渴了。对，从我那个黑那个杯子里给他倒点水啊。环境太悠雅了，先让他渴了啊，渴了等着啊，等着，来等着，咱们趴下等着，行不行啊？卧，卧，哎，对，在这卧着啊，卧着等着啊。聪明啊，非常聪明，小兰非常聪明，很聪明啊。哎，就是新进直播间的朋友们，没给主播点关注，可以点下关注啊。那个，咱 PK 不了，咱级别不够啊，跟老爷 PK 不了啊。咱们给榜一啊，梦琪啊，我们家大公子啊，就我儿子啊，给点点关注。他跟杰克在家呢啊，过年没有来。海南啊，因为他只放4天假，咱们可以点点关注啊，就能看到杰克了。如果他要回到家里，咱们可以说跟他连一下麦啊，咱们看看杰克。杰克，看我说话他还听不听啊？到三亚过年了，这个关于这个好人家啊，就是都只要爱狗都是好人家啊，就是我想让小老大尽快啊。就是说，这个社会化一下，熟悉一下啊，考虑这个海南啊，因为我以前啊在海南过过年啊，过好多次年啊，说这带小拉过来，这么天暖和，我可以领出去啊，见见车呀、船呐、人呐啊，见见世面，还跟一些其他小狗啊，没回家啊，还在这个海南清水湾啊，碧桂园珊瑚宫殿这儿还在这儿呢啊，没有回家，20多号回去。今年我们公司放假的时间长点啊，所以就可以多待几天啊。过几天咱们就回到自己家里啊，这是朋友家房子，28层，28层啊。现在看啊，这个天气啊，快7点了，有点要见黑了啊。大家再往外看一下啊，看一下啊，这个商场啊都亮灯了。我指这个地方啊，这个地方就是商场。现在小老大喝点水啊，就是这个地方。灯火辉煌那个地方啊，就是小区北门，小区的北门，碧桂园珊瑚宫殿小区北门，我们家那个就在小区北门啊，就是游泳池那上面啊。这是来串门的吗，小老大啊？来这过年了啊，看一下啊，就是灯火辉煌这个地方，就是商场啊、大超市啊、饭店呐、麦当劳啊、肯德基呀、必胜客呀。等等一系列的啊，都是什么？对面这个高层和底下这个就是别墅啊，是海之贝小区啊，海之贝小区对着海之贝小区啊，前面亮灯那个就这个地方，我手指这个地方，就是我们早晨去的雅居乐的那个海边啊，就是那儿啊，海南暖和，对，非常暖和，对。可以户外运动啊，天天户外运动啊。然后我现在手指这个地方啊，这个地方就是咱们这个当地的一个村儿，一个农村啊。农村你看，它盖的房子就是横的竖的都有了，自己家想怎么盖怎么盖，不像这是小区啊。这个小区就是比较规划的比较好。小老大过几天回家啊，回家啊，往远处啊，远处就这个远处啊。就是海，海上还有一些灯，这个啊，这还有个小岛，就是有个小岛啊。小老大就喝完水了，就是外边还没有黑透啊，现在天是有点见黑了，但是没有黑透啊。看看这个超市啊，这商场超市啊，这么看啊，其实没这么黑啊，我再点一下啊，没这么黑啊，其实还挺亮的啊。往下边的车停车场，还有车在走啊，太美了啊，风景非常美啊，这个商场忽明忽暗啊，商场现在天还完全没有黑透啊，夜景美轮美奂啊，但是可能北方都已经黑透了啊。哎，谢谢作文姐啊，作文姐送的告白气球和这个巧克力啊。作文姐，情人节快乐啊！情人节快乐。作文姐家里有一个宝宝叫湛湛啊，
小老大 no， 小老大 n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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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、哦，有个站长啊，也是那个是小老大的亲表哥啊。我们这都黑透了哈，这还亮着啊，这就是说海南清水湾，清水湾啊，这是当地一个村儿，远处是海，海上还有亮些灯。对，咱再看一眼啊，回去跟作文姐一起直播，对。回去我邀请作文姐，咱们给作文姐点点关注啊。作文姐是她家那个站着是小老大的亲表哥啊。亲表哥啊。看看前面这个，要是这么看是不是就像黑天了，咱这么看一下啊，这个商场是不是灯火通明啊，海上生明月，天涯共此时啊，这么啊，我再点一下它就亮了啊。就亮了啊，这个就是聚焦的关系吧，看看夜景，看一看夜景啊，夜景是这样的啊，天要黑就是这样啊，就是这样，远处商场黑天是这样啊。哇，谢谢作文姐啊，谢谢作文姐送的告白气球啊，黑天那个景色是这样啊，哇塞，漂亮漂亮啊，这个动画很漂亮，哇塞哇塞哇塞啊！咱们给那个作文姐啊，作文姐，我回天津啊，我邀请作文姐啊到我们家去，到时候咱直播的时候啊，让作文姐带他们家战战啊，战战是那个 seven 的亲外孙女亲外孙子，咱们家小老大是 seven 的亲外孙女，还是亲表姐啊。哎，谢谢谢谢啊！看啊，夜景就是这样，夜景是这样，但是现在没有完全黑透，没有黑透是什么样呢？是这样，是这个样子的啊！看这个天气啊，天气是这样啊。远处那海还能看清啊，这个房子咱看清楚一点啊。这个村很富啊，整个小区啊，所有小区都不让放鞭炮，但这个村里可以放，你说气人不气人呢？啊？经常听这个村里放鞭炮，给小老大吓够呛，啊，就是这么一个景观啊。远处是海，啊，这个夜景咱就不看了啊，再欣赏一下那个超市啊，商场就这样啊，这就夜景啊，夜景，但是一走它就亮了，天还没有黑透啊，这天啊有点多云，今天天气啊，太漂亮了啊，咱们看看小老大啊，小老大。小老大呢？小老大啊，这在阳台啊开灯了，赵岩，欢迎啊，欢迎啊，咱们给那个榜一啊，那个梦琪啊点点关注，是小老大的亲哥哥啊，在家陪着那个杰克呢啊，如果他要回家的话可以连麦啊，真漂亮，这景色非常漂亮啊，这小老大啊现在是这个灯光，他肯定是什么？对，这个村庄真富有啊，全是最低的是二层楼，三层、四层、五层都有啊。点了啊，谢谢谢谢啊，谢谢谢谢啊。小老大，喝水了吗？喝了。等着你们回来去你那里啊。这个作文姐啊，我回去我邀请您啊，邀请您过去，带着战战过去啊。咱们给那个榜二作文姐点点关注啊。他们家那个 seven 的那个外孙子站站也非常好啊，非常漂亮啊，点了啊，都点了。小老大，小老大呀，只要有空就来看小老大啊，谢谢秋红啊。这个水没喝多少。行，他不算太渴，刚才喝了。来进入直播间的啊，进入直播间的朋友们啊，可以这样，就是说没给主播点关注可以点一下关注啊，主播啊这段时间在海南啊，可能带大家呢去看一看，谢谢作文姐送的灯牌啊，看一看海南的一个景色，你看这小老大多有本事啊，把门开开进来了啊，战战是谁生的啊，战战是塞文的。seven 的外孙子啊，这个侄女有什么好碰 ？seven 家一个没落下，全点关注了啊！谢谢啊！你看他自己开门，门儿教的呀。现在你看他
看，这不是属于塞门家的传统吗？哎呀，麻布弄进来啊，好，哎哎。一会儿我再把这些送里边。小老大啊，关不住了，对，自己开那个纱门，从昨天开始会了，从来没教，他就看我们怎么开，他就学会了啊。那个塞文的那个二女儿生的啊，站着啊，出来出来出来，你看他多鬼啊，知道我们要抢那个东西，对，他跑沙发底下去了啊。哎呀，谢谢乖乖啊，小老大，来出来，来，那你给他吧，来，哎呦我天，你太猛了，坐，小老大，坐，坐啊，坐，坐。做咱给吃的啊，哎，好乖啊！对，是塞文老二的孩子啊，塞文的二女儿的生的孩子啊，站着啊，就是作文姐啊，作文姐，咱给作文姐点点关注啊。对，站着，站着那是塞文二女儿生的啊，站着是一个帅哥啊，是咱们小老大的亲表哥啊。也在天津南开区啊，我回去我邀请站那个周儿姐啊上我们家做客啊。塞文家的全关注了，塞文家孩子聪明，是你说门儿教的呀，就会开门儿，钻沙发那是没说的，太溜了，这俩钻沙发。今天那个朋友来家做客啊，这个小老大表现特别好。就在我那个凳子底下趴着睡觉。对，这是海南啊，大东北土特产啊，就是说我这是在海南清水湾碧桂园的珊瑚宫殿。哎，清水湾啊，碧桂园珊瑚宫殿，这个小区一共有五期啊，卖了好多年啊，现在都卖完了，都卖完了。中文家族最棒，对，我们是在二期啊，二期海月天，开车去的好远，对，2800多公里啊，我们是用了两个白天啊，白天开车，晚上休息，谢谢小霞，白天开车，晚间休息，开了两天，完早晨过的那个轮渡啊，坐轮渡啊，老虎也是站着的姨妈，对，没错啊，老虎在哈尔滨啊，老虎爸爸那人也很好啊，谢谢大家点亮，红心飘一飘啊，咱7:06啊，咱们在7:01啊，争取把红心给飘到50000啊，飘到50000啊。大家可以去抢红包啊，有红包啊，嘿，对，抢红包，谢谢大家点亮，红心飘一飘啊，敲击屏幕，不停敲击屏幕，左上角有个血条，给它点满啊，谢谢大家，小老大老爷在直播间跟小老大照相的，是那个小老大舅舅照相的啊。是吗？大家抢一抢红包啊，抢一抢红包啊！你应该跟老爷 PK 啊，跟老爷 PK， 咱级别不够，咱 P 不了啊。可以，对，可以去抢红包啊，看看，对，咱 P 不了啊。嘿，吃的香不香？咱换个位置吃，来，来了，坐，哎，坐，真漂亮啊，真漂亮啊，小老大，吃什么营养膏啊？营养膏啊，跟老爷 PK 涨粉儿，那咱 P 一下试试啊，不敢，怕老爷说咱啊，啊，邀请一下试试啊。邀请豁出去了啊，豁出去了，哎，豁出去了，哎呀，看看小老大还认不认识对方忙啊，对方忙啊，
邀请失败，那咱就不邀请了啊。级别不够吧？对，级别不够。哎，小老大啊，咱们级别不够，他的级别太高了，有区别。对，大家帮忙点亮一下啊，点亮一下，看看咱们七点一刻啊，就是这个红心能不能飘到五万啊？现在是马上四万二啊，现在是4万2，赶紧升级啊！对，赶紧升级好，跟那个老爷 PK 啊，跟三元霸 PK。现在咱得有资格啊！谢谢乖乖啊，等咱有资格了，老爷也连不了我们，也连不了，因为什么呀？因为他那个级别太高，咱级别太低，他也连不了咱们，咱也连不了他啊。找个宠物主播 PK 啊，咱们现在不 PK， 咱们现在的本事没那么大呀，那 PK 输的太难看了。不吃了，来握手，这是左手，我要右手，我要右手，小老大右手，你先别关上，他吃完我还奖励呢啊，奖励好。来，小老大握手，左手换右手，来换右手，不会输的哈，不会输的。哎呀，不会输。咱上外边啊，来，咱上阳台啊。客厅那个灯没点。哎，客，不会输，够四级就可以跟那个老爷 PK 了。那咱们是多少级呀？咱们也不知道多少级呀，啊。咱们不知道多少级呀、啊，估计是不够。咱们才多长时间？哎，来 ，no， 我给你，来，小老大，这样，你下来啊，坐下啊，来，我给你啊，但是先给一下，然后握手，哎，握手，左手，我要右手，握右手。哎，好宝啊！哎，来一个，一定会吸引很多三元家的粉丝。主播这是买的房子，正好可以去海南过年过冬啊。这个房是朋友家的房，这是朋友家的房，这是28楼啊，28楼。现在天黑了，我们在一个小区，我们在前面啊，在前面，在北门，这是东门。你看看是几级了？怎么看呢？我也。不知道怎么看啊，是怎么看几级呢？小老大，咱怎么看几级呢？这灯没开啊，开个灯看亮不亮啊。哎，这灯亮了啊，看没关纱窗，没什么蚊子啊。让小老大看看妈妈哈、啊，老大哈、啊，问问有明白的吗？这个是真，谢谢木子分享啊，谢谢乖乖啊，兄弟，这个还不太清楚啊，几集我也不会看几集。来，小老大，哎，来，谢谢大家送的灯牌啊，谢谢大家送灯牌，他老爷也在直播呢，是吧？哎，坐，握手，左手，我要右手，握右手，来，我要右手，哎，好宝贝啊，来，奖励一下啊，问问哥哥啊，回头我问一下啊，小老大，坐直溜点，哎，坐规矩点，哎，来一个四舅坐啊，这个坐法，看看像不像他四舅那个坐。大家看像不像？像不像啊？是不是啊？像不像啊？他四舅是不是这么做？是吧？这么做啊？像哈、啊，像来咱们握，哎，握啊，趴下了，来盘腿儿。对，嘿，盘腿儿啊！谢谢送灯牌啊，是老师坐姿，对，老师坐姿啊，对。
叫四舅座，四舅座。来，起来，坐，坐。这不小迷糊坐吗？这是坐啊，来坐，来四舅座。哎，对，这是四舅座啊，来个四舅座。大家说这是不是四舅座？啊，他姥爷被封了，怎么可能啊？宝贝长大了啊，对，这要去上学就没谁了，回家三月份之后去给他去送学校上学啊。姥爷给封了，为啥呀？来个，这不就四舅座吗？这是不是四舅座？咋了？封号了吗？哦，四漏口红了啊！哈哈，封号啊，是吗？看不了了，四舅座厉害，这是四舅座，哎，坐啊，哎，好，看看咱们要趴下能不能来一个百家趴啊？哎，卧，卧。你这啥趴的是？嗯，真封号了？啊，封可能就封一会儿，没事啊，大家可能一会儿就好了啊。出现不文明的言行，封号了，是啊，是吗？一会儿就好了，一会儿就好了。小刺儿被封了，真封了，只是不小心啊。老四闯的祸。老四闯的祸啊，都是老四闯，不是月亮惹的祸。老四闯的祸啊，应该一会儿就好了，应该是啊。小老大来，小老大，咱们来个歪头杀啊，来坐啊，来听我的啊。开桌子，爸爸咋的？疯了，你疯了，都是老四惹的祸啊！老爷说咱家的孙子和媳妇儿都能亲，结果封号了，孙子和媳妇儿都能亲。一会儿播，一会儿就播就没事了啊，一会儿就好了。大家一会儿可以过看看，或者直播间朋友啊，看老爷开播了，可以告诉一声啊，封可能就封一会儿。那边点不进去了啊，暂时的没关系啊，没关系，暂时的，可能有时候封十分钟或二十分钟半小时啊。他们说是吗？喜欢小老大啊，老四漏口红了，那玩意儿咱也不好控制啊，是吧？那来小老大啊，坐，哎。对，认真点啊，坐，坐，咱们来一个握手，握手，这是左手，右手，哎，好宝贝，真乖啊，这是奖励营养膏啊。OK， 封十分钟就开播了啊，封十分钟就开播了，没关系，来，坐，坐直溜的，坐。啊，不吃的了啊！卧，哎呀，看看，对，就这个板鸭趴啊！谢谢依然姐啊，老四咋的了？完了，彻底疯了。没事啊，没事啊，盘腿啊，这个盘腿其实不用教啊，自己就会啊。他有时候他大一点更愿意盘了啊，动作真敏捷啊，是。板鸭趴，对，来一个板鸭趴，看看这个板鸭，南天津板鸭还是南京板鸭呀？俺家狗狗平时玩的可好了，一给吃的啥的就不干了，光等着吃，就关吃，别的都忘了啊，彻底疯了，还会交叉，彻底疯是什么意思啊？没上学就这么多技能，去上学。还会了得啊，小样好可爱啊，啊！
独门秘籍板鸭趴，对，这个板鸭趴漂不漂亮啊？漂不漂亮吧？板鸭趴，盘腿儿，把小手盘上，小老大你盘上，盘上，我给你盘啊！来，刚才那么盘，这回咱这么盘啊？对，就这么盘啊，这么盘。正凡啊，哎呀，真带劲的，和妈妈一样啊，看不到小迷糊去吧？为啥看不到小迷糊了啊？啊，没解封打不开啊？是吗？没多会儿就能开啊，大家时刻关注一下啊，如果开的话就可以去老爷直播间了啊，跟妈妈一模一样，塞文老爷，一会儿开了大家告诉一声啊。看是封半小时啊，封二十四小时啊，那一会儿开不了了。要封二十四，周儿姐说封二十四小时，二十四小时开不了了，就因为漏口红了。哎呦我天，现在是真严呐啊！杰克什么时候出现呢？杰克现在就是那个榜一啊，梦琪啊，在没在直播间啊？你回家了吗？还没回家，他就是。刚才老师，他要是没回家就看不到杰克。他要回家的话，谢谢关注啊。他回家的话，他开播咱们连麦就能看到啊。没事，你关那个大雾灯就行，把我这个阳台开开就行啊。那这样可以啊。来看小老大，为啥呀？为啥不清楚啊？不清楚是为什么？为什么就给封了呢？这不太清楚啊，还封二十四小时啊，那封够狠的啊，所以咱们也谨慎点啊，不该说的话咱就不说，违规话不说，对，老严了哈，啊啊啊，杰哥跟小老大在一起热闹，是，对，那个二十多号回去，二十多号就回到天津了啊。完了，那个回到天津呢，跟那个学校联系一下啊，联系一下就给小老大给送去上学啊，那个送去上学，然后跟学校谈一谈技能啊，那个谈一谈这个条件啊，那学校年前跟他谈的挺好啊，有点想结课了，可能是吧啊，年前跟他谈的是这样的啊，就是说。小老大上学呢，就是说第一个条件我谈的就是说我们要有人陪读，有人陪读，啊，违规就封二十四小时啊。周儿姐说违规就封二十四小时。然后呢，然后就是，你给我单辟个房间，我们白天上学，晚间可以开直播，让那个小老大这么家人们哈、啊，能看到小老大到底是瘦了还是胖了，还是受没受虐待，还有陪读。对，小老大姥爷被关小黑屋了，上学能对小老大好吗？所以咱陪读，咱们就监视他啊，咱们就相当于那个工程部的监理一样，咱们监视他，能陪读太好了。然后他单独开辟个房间啊。咱晚上就是带着小老大在那房间，可以在那房间住，完还可以开一个直播。为什么封我不太清楚啊？他们说可能是老四漏口红了，不能像奶茶一样学瘦了吧？不会的啊，对，有小单间啊，可以陪读，然后跟学校谈一下，就是白天他们在教学当中，就小老大在学习当中。我们开个直播可不可以？一个给你们学校宣传一下，一个我们看看我们小老大受不受气。上学要多久啊？这个再谈啊，一个月起步，要一个月学会了回家，要学不会的话，随时回炉啊，随时回炉。看到了，太可怜了啊，太可怜了。没关系啊，咱们是这样，就是说咱们就是他那是偶尔看一次在训练啊，我们天天在那儿陪读嘛，
什么叫陪读？陪读就是陪着小老大天天在那儿，学费在谈啊，学费在谈，应该不会太贵啊，不会太贵啊。当时说的可能是，5000米起，但是谈一谈呗，咱往下谈啊。刚打开，开一会儿又播了，又关了哈。好孩子上学遭罪啊，看怎么想法啊。你看我们家杰克，就是小老大哥哥杰克，杰克就属于什么呢？咱就没有教好，特别出去遛那块，因为我们家有小院儿，有时候就不遛了啊。他自己在院儿带小院儿就封一下啊，再封一下啊。要想对奶茶是7-7-8顿爱奶茶啊，在网上可以搜这个啊，是那个就是 Seven 的女儿啊，7-7-8顿爱奶茶啊，奶茶受罪啊，我选这个学校应该不会受罪啊，不会受罪。你像咱杰克就没有教好啊。没有教好呢，就是他出去他就暴冲，不是人遛狗，是狗遛人哈、啊。还有个见什么就扑，还有一个最讨厌的就是见什么捡什么吃啊，这个真的就是仇人呐、啊，太仇人就是这个啊。就是说咱上学最基本的技能要学会啊，学会到什么程度呢啊？首先说会拒食，然后会去跟随。就是跟着主人去跟随，不要暴冲，不要乱扑人，剩其他的技能都是次要的啊。杰克也让他学习一下吧，杰克这么大还学习还来得及吗？我感觉杰克怎么是出窑的砖定型了呢？对，人走一步他走一步，人停他停，还有一个等待，拒食很重要啊，不要在外边就是捡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吃啊，那真是受不了啊。如果那么吃的话，会存在一个什么问题呢？就是说万一吃哪不对，就中毒了，是吧？杰克聪明应该会啊。看看啊，看小老大真睡着了，我把他这儿就放着狗粮了，他都不吃。哎，放着狗粮都不吃啊，这真是啊。能全程监控毛孩子学习过程，对，陪读的目的就是这样。你要是虐待或者饿着我们的宝宝，那我不学了，跟他谈就是谈这样啊。如果我这孩子毛孩子要饿到的话，我就从你学校退学，你退学费，就这么谈。入学之前就这么谈，我就找校长谈啊，年前谈了一次啊，谈一次就是谈了说给第四谈说给。单间儿啊，给单间儿，然后晚上可以直播，晚上可以直播。对，绝对虐待不了，虐待的话咱们不干，咱们大家伙也不干，大家伙一起去声讨他去啊，就把他学校就搞臭了吗？是不是啊？咱他学校好的话不就更好吗？对，狗饿瘦了，学费不付。对，自言自语说对。那个瘦一斤啊，扣一 K， 瘦二斤扣三 K， 瘦三斤扣五 K， 哈哈。回家不天天练，慢慢就淡忘了，忘了再回炉啊，跟学校谈。对，外有狗狗上学啊，狗狗走路都不会超过主人。对呀、啊，那你看，那你多带劲呢啊！这家伙，我家杰克一出去，哪是嘛我遛他呀，他遛我呢。去的时候都是他遛我，回来的时候是我遛他，回来的时候还算听话，但是去的时候，你咋了？困了，小老大，你困了，小老大老爷今天急坏了啊！你请人陪读不会用心看着，不请人啊，自己家人啊，自己家人啊，自己家人去陪读啊，自己家人陪读，小老大是困了。所以杰克也要学，对，我再跟他谈一下，杰克也去啊。小老大 ，no no， 哎，乖啊，那咱不上去啊，乖啊，乖孩子，哎，多乖呀，谁家孩子这么乖呀？对，不扒桌子啊，不扒桌子，哎，真乖啊。时间长了，回来不认主人了，所以咱也怕不认啊。说咱陪读啊，第一批我去陪，第二批妈妈啊、哥哥，还有那个其他人。还有其他什么舅舅什么的啊，都可以去陪啊。
杰克学的会啊，那学的会就一块儿。那当杰克也有规矩的话，就别变成啊什么杰克遛我呀，杰克，我出去遛那个遛杰克的时候啊，杰克去的时候就遛我，那给我拽的一个来一个来的啊。手机壳那手机壳不要了，咬坏了，不要了啊。不要了。啊，不要了啊。回来的时候吧，杰克跑累了，这样我牵着啊还好点。去时候可不行啊，晚上小老大睡哪里啊？晚上小老大睡哪里啊？小老大睡这儿啊，睡这儿。这地方我放一个垫子，晚上放一个垫子啊。我现在呀，就是小老大，因为把小老大的那个，这个咱们看啊，蓝的白的那个护栏，就是小老大的，这是小老大的那个窝，咱给拆了，怕它掉下去嘛。有28楼啊，没有窝的情况下呢，我就在沙发头上放一个垫子。但是这样呢，我就得躺在沙发上哈。我得躺在沙发，这沙发好啊，可以打开就是个床啊，双人床。非常就跟那个正常那个沙发一样。我打算过了年给站站也送去熏。行啊，周儿姐啊，我先跟他们商量，行的话咱们就一块儿去啊。去。在北辰啊，在北辰。小老大，小老大，来来。出去。来，小老大，出来。现在是垫垫小吃。我还以为你困了呢啊。小老大，我还以为你困了呢哈。对，天天陪着啊，我就在这个沙发啊，这个沙发只要往这么一掰，它放倒了就是一个双人床啊，就是一个双人床。对，这样结合一起去。No no no， 小老大这样不行啊，没礼貌啊，发搓的不行啊。哦，不行啊，不行啊。哎，那个小老大做饭吧。啊，小老大做饭，该吃饭了啊！给你做饭啊，让妈妈给你做饭啊！妈妈声音也好听，唱歌也一样好听。妈妈从来没唱过歌，馋了。No， 咱做马上就开饭啊！现在那个室外温度20度啊，四舅做，这就是四舅做。哎呀，趴下了。站站是谁的孩子？站站是塞文的二女儿的孩子啊，塞文二女儿孩子啊，在榜二啊，在榜二，大家可以给点下关注啊，榜二，作文姐啊，作文姐家站站啊，等我回天津啊，我就邀请那个作文姐上我们家做客啊。哎呀，怎么样？呀，小姐姐和哥哥那、这个舅舅回来了啊，看看谁回来了啊？看谁回来了？这个好奇呀、啊！来吧，小老大，我给你做饭。来，小老大，过来，小老大，来。嗨，小老大，小老公。小老大、哎，你太热情了，你没花印度干四个。来，小老大，进厨房了。哎，不行，我给你弄饭，我给你弄饭。小老大，我给你弄吧。我给你。信号不好，来。信号那信号是不好，是嗯，哎，小老大，他也是想上桌子啊，对，跟着妈妈啊 ，no n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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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no， 哎呀，他奔着碗使劲，那可不行啊，来，小老大来来来，小老大，小老大来来，对，卡了一下，就是往那外边，就是往那儿走的话，就是。哎呀，你说这都得教，这是上桌子，对，馋死了。太棒了！这上桌子哪成啊？是不是啊？这都得教，所以上学啊，都会系统化一下。为了怕他遭罪呢，咱们就采取陪读的方法。周儿姐家站着啊，周儿姐如果要是想去的话，咱们到时候我去跟他一起谈，咱们就属于抱团儿啊。完，我带着 no no no， 带着杰克，带小老大，带杰克也去一下啊。小老大半岁后以后，粮里要放点鸡胸，猪肉增加身体免疫力啊。
那没问题啊，上桌还可爱呢，上桌就没礼貌，这是，对不对？上桌没礼貌，那妈妈给做饭，你开始等，你看，嗯 ，no no no， 你的饭在那儿做呢啊，嗯，你那个他那个包里有那个茶杯那个水，这茶杯在这儿呢，两百开对。对，咱们一块儿去啊！我回去先跟找他去谈啊，找他去谈。这舅舅出去玩一天回来啊，就擦地啊，真是模范舅舅啊！学费能便宜点儿，对，我们抱团去。周儿姐直播说话我听不懂，周儿姐是咱天津人啊，说话就有天津味儿，很正常的啊。人吃的最好不要给嘛，从来不给啊，人吃从来不给，就偶尔啊，就那个馒头掰一小丁点儿那个，啊，吃过那么一两回，剩下都没有。哎，我又上这儿了，这信号不好，忘了 ，sorry。对，杰克一起去啊，杰克弹跳力，小老大弹跳力非常强哈。没看那个昨天啊，跟那个雪纳瑞一起玩的时候啊，那你从那个台阶一下就飞出去了，我天！原来那个台阶不敢走。妈妈走了，他才上桌。来，小老大，现在能吃热吗？吃了，可以吃。来，小老大啊，来给我啊，小老大坐啊，小老大坐，不让吃不能吃，我放这儿啊。坐啊，不让吃不能吃啊，守规矩的孩子才是好孩子啊，我数到三才能吃啊，我知道你饿了啊，小老大，我知道你饿了啊，我数到三才能吃啊，一二四五六七八，哎 ，no， 坐啊，坐，守规矩啊。来，再重新喊啊，一、二、四、五、六、三，又就懵了，我天。等太长了，我拉的有点长啊，数多了，对，数多了。我要正常的话，数到七八的时候再数三啊，他都能等。这数的有点长，又数的有点慢，有点过分啊，没完了啊，还是吃吧。一个数学老师教，哎呀，一个数学了，有点多吗？不多，这个盆小啊，啊，数的多，数多了，不是饭多。我数的有点多了，对，那个口水都直淌了，你还数呢？这个不太地道哈、啊，这确实不应该啊。表演吃饭，之前有倒数十的时候啊，今天着急了，对，今天有点饿了啊。对，都是我数的，是怨我了啊，没完没了了。小老大想的是啥玩意儿？你到底让不让吃？不管你那事儿啊。对，洗碗工上线啊！现在马上洗碗工就上线了。谢谢大家点亮，大家红心飘一飘啊！咱们争取在6:45飘到60,000啊！好像有点不够吃啊，可以啊。他现在目前还是吃4顿饭的啊。对，不能数太多啊，要不真急了。但我有时候我还数到12的时候呢，有时候数到12是不是有点不太讲究。来，咱们给把着点啊，来，往后退，来，对，这个盆不好，一吃就跑。你也得放个花垫。来，我给你把着啊，把着哈、啊，咱别着急，慢慢吃啊，把着啊，这个盆有点一吃，哎呀，我天，你可真会过呀！啊，你是不是60年呀、啊？赶上那个饥荒年啊，吃的可干净了。
对，叫你都捡起来，绝不浪费一粒粮食。给他换盆油，家里有那个两个那样盆儿，就那盆儿有点大，就是出门什么放包里不方便，就没有带。是，特别干净。下播看一下微信，找你有事问一下。好的，好的，好的啊。行，周儿姐啊，下播我就看一下啊。盆太低了。人家说你慢慢数着吧，我先开吃了，对，确实等不及了，有点饿。你还有顿夜宵呢啊，别着急，才这七点多啊，还有把盆刷刷，嗯，对，嗯，没错啊，小老大大手大脚的，好看啊，哎呀，刷了正亮，保质盘中餐啊，接机。你这丽丽可辛苦啊，叼着盆找妈妈去要水喝去啊，小老大，你叼着盆找妈妈去要水喝去啊，快去，小老大，是不是没吃饱啊？一会儿还吃呢。对，还有一顿啊，叼着盆找妈妈要水去，再喝点水啊，对，不能给太多啊，不能给太多啊。小老大就像吃不饱似的，拉不拉多都是这样啊，没饱，这个量得靠咱们控制，自己控制不了。过来，过来吧。对，控制不了。哎呀，小老大喝不喝水？少吃多餐，没错，咱们是三顿正餐啊，一顿夜宵。对。碧荷说对，狗都这样，它不知道饥饱，但是咱喂狗千万要记住啊，它可能去方便去了啊，咱们喂狗一定要记住，千万不要给它，就是说狗粮很多的堆着，你想吃就吃，吃饱就算吧啊，那不行啊，对，不怕饿怕撑，对，没错啊。你看小杜啊，你看那两步走，看那两步走啊，哎呀，卡了又卡一下啊，这屋里就信号没有阳台信号好，高层的事儿原因可能是，老卡。过来喝水来，小杜。哎，喝水吧，喝水，咱不数数了啊，直接喝吧。哎，把着点儿。好像都不太疼。把着点儿，为啥要把着哈？去，你喝水。要不他上手。你看不渴的都，因为我刚才不给他喝一些吗？对，人吃的东西都不给啊，人吃的东西都不给啊。主播，这个小区啊，这个小区租粮食应该多少钱啊？看什么时候啊？要是说跨年年前这个啊，喝水再数数，孩子得哭了。这房子嘛，两居室啊，就像我们这个就是两居的啊。这两居的话，那个门都关上，卫生间所有门都关了，就只能让他上哪儿尿去啊，上哪儿拉去？尿了？没有啊。操了你！卫生间有小姐在卫生间呢，那么就把那个啊，不行就在这儿得了。就有水果，他老往那边去。对，那屋有水果啊。对，长大了不少啊，是，长大不少。哎呀，在姥爷家，他俩吃一盆的 ，no 哦，往里推推啊，往里推推，长个了啊，多长啊，上桌子跟玩似的。哎呀，这么大没完。就是这个时候猪啊，要这个时候就属于是今天还明天还是过完初六啊？要过完初六会便宜一些，对，租一个月的话，这个房子大概18000的啊，就是在这个小区啊，应该就是跨年的应该是10000多点，10000块钱吧，就是过了年大概8000，甚至还能低点。过去，走，闻到桌上对饭食香味儿，对，没错，闻到香味儿了，对，嗯。
还是香味儿的。小拉多少斤啊？啊，我这么估计，因为那个八号打针那天啊，打针那天是24斤2两，嗯、现在估计怎么也得有26、27斤、7、8斤那样吧，就是平均一下27斤半吧。可以了吗？心情美的，快点的，行，吃饭了啊。尾巴一直摇，你看小尾巴，这两步走啊，真好玩啊！现在是7:45，上下跳都上下翻飞呀、啊，看不够啊！但是看不够，那个咱们要开饭了，小老大也吃饭了，那我就这样啊，那个我就下播了吧啊。明天早晨啊，明天早晨7:30到8点那个左右时间啊，再给大家带来直播。明天早上大家可以来看啊，感谢啊，我们家大公子孟琪啊，没给点关注可以点点关注啊。感谢平安一生、云姐、秋君啊、C828、乘客、飘逸20079、刘姐、辣妈、飘雪的哈尔滨、马有福、明璇、淑女不是姐儿的饭啊、人在旅途、小帅宝。9389啊 ，USER， 最美时光思雪啊，宝儿，抹茶曲奇啊，潇潇啊，等等的朋友们，感谢朋友们啊，明天早晨见啊，大概7:30、8点，或者是说8点左右啊，我给大家啊带来直播啊，直播这个小老大啊，明天还是户外直播啊，啊。拜拜啊，拜拜了，晚安，大家晚安，在海南吗？对，是海南啊。租一个月10000左右吗？对，10000左右啊。现在可能能在10000里啊。10000里，要想租的话，我可以帮你问问啊。那就拜拜了啊，大家晚安，晚安，晚安了啊，拜拜。